剩没几颗了，赶快扭。好啊。等一下，比较便宜，100。扭一颗。下一个好像还没有。这是什么？半球有的吗？半球有的。那再来一个。第二个。哎，都是那个吧。我两个。对，很好。这个。大个。大个的。不错，大个。很大个。哦，你说大哥？大哥。哦，我以为是很大哥。没有，还没扭。大哥。好啦，等一下再看吧。人太多了。没有零钱。没零钱。妹妹，有那个有妹妹就是第一次要扭到这么酷，第一次扭这么赶，塞了，冲了冲了，好紧张，卡蛋了，卡蛋了，卡蛋了，那跟那个那跟店员讲一下，这个卡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，谢谢。这是谁？潘志朗，潘志朗，对，我现在现在租而已啊。哦，好。在这等，等人家用完。我就是很大。可是猪有比较大颗吗？没有。他说他有猪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？没有，是等一下那个是什么？这是善意。我刚早上有听到有人说他们有两只米豆子在一只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米豆子给他了，卖掉。我还有一个米豆子。我有米豆子。看出来，看你在扭。在扭，好，有要放。你说我们差猪哦？对啊，还是我们去买猪？好，我们去买猪。刚刚一阵混乱，然后就现在已经把那一个下面的清空了。青苔，青苔啦，几乎青苔，那一颗这好像没有。然后因为太红，但这里有临时的小小的交易场所。对啊，就小小交易场所。太夸张了。这个真的可爱啊！好，我们要赶快赶紧去买，不然快关店。然后当然哦，当然一样，这一颗善意就是抽出去的。哦，我们要去买猪了。又是善意。对。确认一下，这是一只猪。先出来。你钱给了。我给了。好难开哟。因为我们缺最比较便宜的，不是很红的。好。看一下它的脸，我们刚刚都没有时间看脸。可以啊。好哦。哎 ，OK 啦，左下角有点，右下角有点，那是紫色吗？对，那很好，我试一下。靠腰啊，这里有脏脏的。你闻闻看。换一下。突然看到变成只要60元的吊饰，鬼灭吊饰，来试试看好了啦。如果有两只的就好了。可是它79个柱的吊饰都有。是啊。他想说我们刚刚。一阵混乱，不然再赌你一些。好黑哦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没关系啊，你就拍啊。谁呀？哎，其实蛮大的吊饰的，一眼。哎，我们竟然扭到人家最爱的东西了。真的很大哎，这样好像还不错哎，你要吗？
现在看到价，现在看到这种东西都觉得，哎，一般涨的价格。没办法。再来牛一颗好了。我还是希望多人一点嘛。希望是妹子。对啊。你又笑了，感觉就不太好。哪里？被我扳断了。耶！太好了。竟然。我喜欢的，好可爱哦。太开心了。蛋呢？被我扭断了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就这样了，完美。Gonna save and oh my, you're my broken.